小偷，偷我糖吃。去更衣，还捡了个孩子。这是我娘亲。心儿，说什么呢？想必你就是文大人的女儿。你爹是清官忠臣，你怎么满口胡话呢？别动我女儿。十个八个，尚书府也养得起。那你怎么不问问我介不介意呢？那倒不用了，就让他留在他爹身边吧。我要是想他了，就过来看他。嗯，文大人，你说可好？好。不早了，回去吧。平时也没见你这么有孩子缘，小姑娘怎么会那么喜欢你？说不定我真是那孩子的娘亲呢。毕竟我初见你时，忘却了很多事情。你名叫东月，曾经在太史局，现在在礼部。你在我身边，步步高升，应有尽有，何必在乎那些莫须？你试试看，我立刻踏平文府，将文业逐回老家，让他一辈子都进不了京。你疯了？你真以为你能只手遮天啊？
姑娘，请用茶。西月记。好，好。这个故事倒是不错，朝露小姐与西公子的爱情故事。这作者是邀月先生。老板，这是辛苦费，麻烦认真排演，上演之后另有重谢。好，您放心。姑娘，请用茶。你们都买了什么？回老爷，白菜6斤，牛肉5斤，排骨6斤半。我看文大人还拜访了几位同乡大人府邸，但基本上都吃了闭门羹。哼，换做我也不让他进，这副穷酸模样一看就是来借钱的。你还查到了什么呀？小叔，你猜这文大人会不会特别疼爱他的夫人跟女儿啊？有话快说。他那个蓝夫人前2年跳河死了，大家都说这文爷始乱终弃，不过这事儿也没啥证据，就是邻里之间瞎传的。那这事儿倒是有意思了，既然他们夫妻二人关系不好，那又何必把这个女人生的女儿一直带在身边呢？听说文爷进京的时候，这小孩偷偷藏在车里跟了过来，这文爷最近太忙，没顾得上把她送回去。小叔，你昨晚跟冬月姑娘在聊什么呢？嗨，我本来另有打算的，谁知道她几次三番跟我打岔，气得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。你准备了那么久，搞半天还没给他看啊？小叔，万一……我说是万一啊。这小姐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一早突然头晕就病倒了，这找来的大夫也瞧不出个病症来，她嘴里嘟囔着要见你，老爷不在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只好把你请来。哪里不舒服吗？感觉天旋地转，浑身没力气。一整天都没有吃饭，怎么可能有力气啊？我们给小姐做了吃的，可是他一口都没吃。娘做的我就吃。
我做了赤豆元宵，你应该喜欢吃吧？我手脚没力气。来，我扶你起来，我喂你吃。娘，多下点糖，我想吃甜的。好，好，好。来，小心烫，娘喂你。哎，老爷，我煮的元宵，你要不要吃一？不用了。果然和我娘做的一样，果然是在装病。没有，我头还是好难受。别装了，你这点小伎俩，我小时候就玩过。没意思，这么快就被识破了。说吧，你为什么装病骗我过来？我就是想我娘了。姐姐虽然长得像我娘，但我知道你不是。我就是想她了，想她抱着我，想她抱着我睡觉，给我做我最爱吃的赤豆元宵。对了，姐姐，你怎么知道我最爱吃赤豆元宵呀？因为姐姐也爱吃啊。那姐姐，你也喜欢小兔子吗？对啊，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折。嗯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经常见到你了？当然可以了，如果你以后想见我了，你就折好小兔子，派人来送给我，我看到小兔子便知道了。嗯，那你不许不来，我们拉钩。冬月姐，啊，我找你好久了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啊，快来，来这里。快开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你看，这出戏是冯大人专门找人写的。据说有些唱词还是他亲自润色，排演了好久呢。他不让我们告诉你，就是想给你个惊喜。怎能负人天赐的缘分？你这公子才艺一三六。看到你喜欢西月记，我真的好生感动啊。
知道他喜欢小兔子，就送了他一屋子的玩偶。小时候哄女孩子当然有一手，从8岁到80岁的就没有他哄不好的女孩子。哎呀，要是有人送我这一屋子玩偶啊，我肯定开心的睡不着觉。这好办，我送你。你是不是傻呀？要像大人这样送才会让人感动。若是等对方开口，那跟讨来的有什么区别？那怎么办？那我该送你什么才好？你别把我当小孩行不行？明明是你一直把我当小孩。我不把你当小孩，我把你当师傅行了吧？你老缠着我来你府上，说要给我一个惊喜，你可不要骗我啊！我堂堂大人怎么会骗一个小孩子？你说为什么总是给冬月姐姐折小兔子呢？因为我喜欢小兔子，我爹又不让我养，所以我只好自己折。那你猜哥哥喜欢什么呢？嗯，我觉得你最喜欢骗人。我骗没骗你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傅先生有急事找您。怎么现在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等着我啊，不要乱跑。我在这里等哥哥回来。我马上回来。远叔辛苦了。少主，照您的吩咐，我们派出的人已经顺利混入定远军中，随时可以为我们收集军中情报。哦，还有，慕容姑娘说，加曼歌舞团蒙冯贵妃推荐，不日就进京献艺，陛下已经允了。但是，陛下召见，他不会不想来吧？少主，自己看吧。此次进京路途遥远，人吃马嚼，花费众多。为了更好地完成大人交代的任务，还望大人高抬贵手，将报酬多加一成。久闻大印国第一女官冬月姑娘姿容出众，此次进京希望有缘一见。无论如何，这次一定要想办法把军械运出京都。我在这里等冬月姑娘吧，就不进去了。是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放我出去，我好害怕。文心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呢？啊？怎么了？别哭了。前面再拐两个弯就到了。嗯。你刚才哭得那么厉害，别回头让你爹看到了，还以为我在欺负你。那屋子。那屋子我看了，里面除了有些玩偶，就是蜡烛跟火车。你怎么不点上呢？不要把我一个人关在里面。爹，我娘呢？娘在哪？我要去找她。不许去！娘亲不在了。不可能！你骗我！我要去找我娘。
你骗我！娘，娘你在哪儿？我要去找我娘！你骗我！放开我！我娘不会死的！你放开我！我要去找我娘！放开我！我不要去死！我要去找我娘！放我出去！你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放我出去！去找我娘！你放我出去！好了，不要哭了。老板。哎。我要这个。好，不用找了，谢谢公子。你刚才说你母亲单名一个兰字，嗯，能。你看这个兰花开得多美啊！你抱着这么好看的花，是不是应该对我笑一笑？你要做一个快乐的孩子，这样你的娘在天上才会安心。你看这花香，那么远都能闻到，那你娘在天上是不是也能闻到？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照顾这盆花，也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吗？嗯。好。我先带你去洗把脸，然后送你回去，省得你爹担心。嗯。走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他们叫我殿下，我娘叫我星耀。我娘叫我文心。小文心。月姐，你别生气啊！小叔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。他娘死的时候，他爹无暇顾及，他被关在花园的杂房里，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，直到库雅的嫂子下人才把他放出来。对不起，我……你以为你给他的是惊喜，但却把他带回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噩梦中，你真的太自以为是了。找到了，刚才三皇子把他送回文府了。你以为你给的惊喜每个人都喜欢吗？你给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惊喜，是你的自以为是。你只是让世人都看到，没有人可以拒绝你封信的好意。冬月姐，小叔，这不像你啊！要是换做平时，你肯定有一百句话反驳。我想起了我娘去世的时候。他还那么小，到了这一次，我是真的错了。你看，小兔子，好可爱啊！看我这个大灰狼要吃你的小兔子娃娃，不要不要吃我。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好，对不起。我是真的想给你买个礼物，却不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，怪我自作主张。
这次的面人就当是赔罪好不好？我娘从小就告诉我，做人不要太计较，可就一个面人，未免也太小气了。今天我包下了面人张的摊子，你想要什么随便让他给你做。真的吗？什么都可以？当然，想做多少做多少。嗯，那劳烦再给我做个小人吧，谢谢。对了，谢谢叔叔。我也没比你大几岁，你该叫我哥哥。好了好了，你说不过他的，叔叔也挺好的呀，平白无故大了一辈。小兔子，这个小兔子啊，是你。再给我做两个面人。是姐姐。姐姐。哎，好嘞。干什么？这个是冬月姐姐，这是殿下哥哥。你凭什么只叫他哥哥？我也没比他大多少。刀乐也没比我大几岁，他可管你叫小叔呢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小文心，紫渊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明天不是要过生日吗？你冬月姐姐让我来看看你啊，看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或想买的。不用了，殿下哥哥答应过我的，他要陪我一起过生日。你啊，心里就只有你的殿下哥哥是不是？我要扎这个小花的头绳。还有，我要穿那个。好，我知道，那是殿下哥哥送的。你的殿下哥哥托我给你带句话，明天他很想来陪你过生日，不过他父皇找他有事，所以他得先去办事。啊？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办完啊？等他回来。怕是赶不上花灯节了。不过，他托我给你带了一份礼物。殿下还说了，等他回来会再给你补过生日的。嗯。那这个衣裳我不换了，我要等哥哥给我补过生日的时候再穿。听说明天是你的生日，明晚京都有个特别盛大的花灯节，不知道你想去吗？冬月姐姐会带我去的。哎呀，冬月姐姐临时被我派出去办事了，没有空。如果她不去的话，你爹应该不会让你一个小孩子出门吧？那怎么办？你看啊，我也是大人，我带你去啊。只要你答应，我立马去求你爹，说不定还可以帮你把冬月姐姐约出来。那也只能这样了，谁让我是小孩呢？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孩子。冬月姐姐怎么还没来？你不会根本没喊她吧？今天是咱们小文心的生日，她不可能不来，咱们再等等吧。
字条是你让鲁川帮你写的吧？他最擅长模仿别人的笔迹了。还写什么世界上最英俊好看的哥哥？我还在想呢，三皇子明明办事去了，怎么忽然就回来了？我又没落款三皇子。要不是看在小文心今天过生日的份上，我才懒得理你这个骗子。走。哎，大人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？可是我要保护小叔啊。好了，你看大家晚上多开心啊，能有什么事？你是不知道，想刺杀小叔的人多了去了，左相的人，陆远同的人，安侯的余部，去年的竹明义，前几天在京郊。你看，他们都走远了，你别整天提心吊胆的。大家今天晚上开心点不好吗？对了，你教我武功那么久了，走啊，请你喝酒去。哎呀，哼，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了。从前在安侯府的时候，没有人给我好脸色看，只有大小姐把我带在身边。那大小姐一定很善良吧？哼，嗯，她才不善良，因为我在她旁边显得她更好看。来，喝酒，喝酒。嗯。哼，我这一辈子只有冬月姐对我是真的好啊。还有我呢。哎，走了这么久，有些累了，歇一会儿。你那有什么好吃的吗？给我一点呗。啊，嗯，还有吗？
我要喝水。水，水，水，啊，快，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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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人生是苦，我劝只有你这么一点甜。